就被你们给抓到这儿了。你们局长都得给我们鳄鱼帮面。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他是你的太太。哦，这么帅的老大，做电影，星期天电影院一个人都没有。记得吗？我还请你吃过饭呢。那时候我都不杀女人嘅。大人啊，出去洗地啦！做得，阿四猪女又高咗嘅，快啲过嚟俾叔叔检查身体。唔好咁啦。I'm going to on high school visit。阿珍，乜你嚟真啊？哎呀，包咗咁你冇嘅。走啦，过嚟啫。喂。水费唔使钱啊！你班契弟啊，呢个月租喉，我何止关水喉啊！从听日开始，逢一三啊，咁嘈喊惊咁，扑你个街啊！真系，管乜嘢？笑咩啊？笑就唔使交租咩？屎忽鬼！个月租早晨都唔叫声，有埋你台啊！抵得你咁靓仔啊嗱！顺便拖个阿婆过马路啫嘛，咁啊呢度做咩？响度及住睇冇啲咸湿佬。仲唔踢波？边位煮饭啊？我大佬。喂，好靓咩？做咩飞咁靓啊？斧头帮大哥啊，两把斧头，所以话你真系。嗱，镜头呢几有缘，你赔翻汤药费，我手字收翻埋先，等我同佢倾。多少啊？你当磨头酒又好，摄台具又好啊。哦，原来。Hello。我
我唔怕，就算杀咗一个我。做教啦，虎头帮大哥喺里边瞓紧眼觉，应啦，好啊，江湖规矩，石抽石。你个样咁凶狠做咩啊？谂住抽得赢我啊？阿婶你做咩？艾氏耿天，喂，你自己唔啱仲驳嘴，我见阿婶唔系我拗你啊，出嚟啊！嗱，大富超嗰个扮咁沙尘，系啊边个啊？阿嗰个靓仔啊，靓仔，我忍你好耐嘅，冇个抽得嘅。嗱，你自己唔争气嘅咋吓？今日嘅只抽，哦，肥婆，你就系负责人啦系嘛？大佬啊，陪汤药啊你。汤药。你好嘢，我出街。呢条乱云战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边个同阿娘啊？自己有大佬。个兄弟就因为呢两条友冇嘢，我哋斧头帮差错脚添啊！阿边个加两句？开锁咯！我揾食嘅啫，俾个机会。好啊，咁快手，快啲啊！预备。其实我哋好想加入斧头帮，所以先有冒充嘅啫。你俾个机会啦，好唔好？啊！咁我实行去杀啦，好唔好？都有用得着嘅，再狠啲个样子，会揾食啊，大佬。
边个能够把握到机会就出人头地噶啦？钱银女人乜都有啦。太子，你够姜就落车。你真系去晒？公冇公喎，冇公，我够晓啦。你又晓？喂，靓仔靓仔。我行住到灵光由天灵盖喷出嚟，你知唔知噶？冇奇才。如果有一日俾你打通任督，警恶情奸维护世界和平呢个任务，就交俾你嫁宝嚟噶。我见同你有缘，就收你10蚊传授俾你。你真系成副身家俾和平。仲要买成2蚊钱一半添，有钱仔嚟喎！打嘅，死咗佢啦！杀人？咦，边期谂喎？边度？望咩啊？未见过食嘢唔俾钱啊？阿范，做咩仲匿喺呢度咁鸠猫啊？包租婆，其实我们也不想连累你。你知呢种就得啦。包租婆系咪过分咗啲咧？一点点心意，谢谢你救我们。咁快派晒先喊啊！又唔系屎忽鬼啦咩？阿鬼，你睇你就条红底环白里透红，出嚟庆功啊！你有事就闪咗去，冇事就赶人走，唔系得佢哋。我3个月做3餐乖，搞90蚊攞嚟，有钱俾钱，冇钱执一执就系做计捻得唔得啊？肥婆、八婆，都系青年。咁多都唔翻得啦，唔知唔知啊？同我大大声，你又唔估啊？你啊，学嘢啦！有咩点解啫？你嚟顶，我顶。唔好意思，你觉得点啊？边个掟中病啊？咩？唔通系同佢一把？冇理由。冇。我醒起我有啲紧要事，再联络啦。冇埋你啦，唔使惊，蛇最中意听音乐，我一吹口哨佢就唔会咬人噶啦。信到我啊！啊，唔好睇啊，唔好理佢，唔好理佢，冇嘢睇，冇嘢睇，冇嘢睇。获手伤都硬系冇嘢嘅，你条颈记忆系痛苦嘅根源，你能够唔记得，能有几多仇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你阿四眼仔，清明都未到，南府棺材板周街啊！唔好话我逼你哋走啊！总之照老规矩，签就留，下签就走。两位请用茶。两位咁专业嘅人士嚟呢度咧，呢层我哋明白，布喺齐处系棘手啲。
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排行第一位，物超所值，鬼鬼都值得比啊！错，他太醉心于武功了，以至于练功走火，始终都系两位。严格嚟讲，处密之音。喂，好事啊！都是同道中人，早知道就不会这么寂寞。我也是说说而已啊。对。十二路弹腿，攻守并重，名不勾三莫差。后来有妖精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哋唔做生意啊，做完生意你都几识货噶喎，呢个料嘅艺术成分好。即系延命抢，先打死啲三个冚家铲，再揽埋个墙嚟做鸡斗。冇事，冇事。
细。哇，快啲开车啊！开车啊！大佬，大咩佬啊？你有冇公德心啊？呢啲咁嘅笨。没用的，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我也不枉此生。唔好咁讲啦，哥，高手两个字已经唔想再孭住。怕鬼话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死，冤冤相。你哋将啲功夫传俾我，等我成为绝世高手，为佢哋变晒武学奇才。但系呢种人系万。好明显，佢唔系。各位，我哋两个为咗安全，我哋即刻离开呢度啦。责任就越大，你逼不了他。停牌！突突！快点！快呀！快！四眼仔，我认得你，冇错，尤其是系金丝眼镜。纯属好合理，你都好合逻辑。我打个武器，点解系针对我啊？帮拖啦，帮拖啦，帮拖啦，扮眼仔啦，落龙，你落车，我就打爆你眼镜。落车啊！你发誓啊！发誓啊！哇！你嬲乜嘢啫？嬲到赌角嘅，就系你嚿肥猪肉喺度左头左势。睇我唔起啊！我知道你除了好事，是啊，现在有单嘢我哋帮手，普通道。一定啲嚟啦，趁啲童子军换紧监，你有五分钟将里边嗰人带出嚟，架撑喺晒度吓。咁你哋咧？我哋帮你把风啊嘛。哦。
攻击第一杀人王火云邪神。咁啊，我哋想搵嚟杀两个人，开个价嚟啊！开哥想搵一个抽赢我嘅人啫，但系最后发现边度人搵得住我傻仔？如果你帮我，你有冇？就正正系绝世高手啊！你唔高啊？我哋大家想学下嘢咁咋？你依班废柴，似样喎。教你系咪揸流摊啊？绝对冇啊！我发誓照足吩咐去做噶。好啊！你黐线，阿伯，呢个咩？我系自己都惊啊！系，咁出手啦！大啲啊！从黑社会。世高手，温邪神先至有咁嘅杀气。小龙女，久仰大名。今日你当日杀咗我，而家天都光晒啦。多两日唔好咁得戚。我呢份大礼，你邪神喺度，睇下边个送边个钟啊！打死两位，又或者俾两位打死啫。邪不两立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来呀！出嚟试试。哎！搞到我好乱啊！哇，沙波咁大个拳头，点练噶？搞错啊！咁都
佢哋走得啦。我仅有的能够如崖勒马都算是这样。你还有什么心愿？不明啊，喂喂喂，关键是本身的体质，全身骨折经平常人根本就没可能，除非他是什么味呢？交给我。哦。估唔到火云邪神间接打通嘅印度耳脉，佢就系万中无一嘅绝世高手。先至会啫，抵唔死都有佢咁大个。若果佢能够好师多，有招出。
我教你啊。王师。靠你啦！我呢一碗秘笈，见到忧郁。就被你们给抓到这儿了，你们局长都得给我们鳄鱼帮面。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他是你的太太。哦，这么帅的老大，做电影，星期天电影院一个人都没有。还经吃过饭呢。
阿嫂，我唔杀女人嘅。大人啊，出去洗地啦！俾叔叔检查身体。唔好咁啦。I'm going to chaos on high school these。阿春，乜你嚟真啊？哎呀，包叔叔你忘记。走啦，我嚟爹娘啦。喂。水费唔使钱啊！你班契弟啊，呢个月租喉，我何止关水喉啊！从听日开始，逢一三啊，咁嘈喊惊咁扑你个街啊！真系滚妈你！笑笑咩啊？笑就唔想交租咧，屎忽鬼！个月租早晨都唔叫声，有埋你台啊！抵得你咁靓仔啊嗱！顺便拖个阿婆过马路啫嘛，咁啊呢度做咩？响度及住睇有冇啲咸湿佬。边位剪发啊？我大佬。唔系好靓咩？做咩飞咁靓啊？斧头帮大哥啊，两把斧头，所以话你真系。嗱，镜头呢几有缘，你赔翻汤药费，我收住，收翻埋先，等我同佢倾。越多少啊？你当和头酒又好，摄台具又好啊。哦，原来。Hello。我唔怕，就算杀咗一个我。做够啦！斧头帮大哥里边瞓紧眼觉，应啊，好啊，江湖规矩，石抽石。你个样咁凶狠做咩啊？谂住抽得赢我啊？阿婶你做咩？爱是耕田。喂，你自己唔啱仲驳嘴？我见阿婶啊，唔系我拗你啊，出嚟啊！嗱，大富超嗰个白咁沙尘，系啊边个啊？阿嗰个靓仔啊，靓仔，我忍你好耐，冇个抽得嘅。嗱，你自己唔争气嘅咋？今日嘅只抽，哦，肥婆。你就是负责人啦，系嘛？大佬啊，赔汤药啊你！汤药，你好嘢，我出街。呢条天云战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边个同阿强啊？自己有大佬。啊
生气，你吃了东西没有？我这里就问。个兄弟就因为呢两条友冇嘢，我哋斧头帮差错脚添啊！阿边个加两个？开锁喎！我揾食嘅啫，俾个机会。好啊，咁快手，嚟啲啊！其实我哋好想加入斧头帮，所以先有冒充嘅啫。你俾个机会啦，好唔好？嗯啊，咁我实行去杀啦，好唔好？有日用得着嘅，再狠啲个样，会搵食啊，大佬！边个能够把握到机会就出人头地噶？演银女人乜都有啦。阿姐，你够姜就落车。你真系去杀人？我冇功喎，冇功，我够晓啦。你又晓？喂，靓仔靓仔，我行住。到灵光由天灵盖喷出嚟，你知唔知噶？冇奇才。如果有一日俾你打通任督，警恶情奸，维护世界和平呢个任务，就交俾嫁宝嚟噶。我见同你有缘，就收你10元，传授俾你。你真系成副身家俾和平。仲要买成2元一半添，有钱仔嚟喎！打嘅，死咗佢啦！杀人？咦，边期谂喎？边度？望咩啊？你见过食嘢唔俾钱啊？阿范，做咩仲匿喺呢度咁兜踎啊？包租婆，其实我们也不想连累你。你知呢种就得啦。包租婆系咪过分咗啲咧？一点点心意，谢谢你救我们。快拍下先，好吗？又不是屎忽鬼了吗？
着条红底环百里透红出嚟庆功啊！你有事闪咗去，冇事嚟赶人走，唔系得佢哋。我三个月做三三瓜九九啊蚊攞嚟，有钱俾钱，冇钱执一执就系做嫁人得唔得啊？肥婆、八婆都系欠你。咁多都唔翻得，知唔知啊？同我大大声，以后如故啊！你啊，学嘢啦！有咩点解啫？你嚟钉，我钉。唔好意思，你觉得点啊？边个钉中病啊？咩？唔通系同一把？冇理由。冇。我醒起我有啲紧要事，再联络啦。冇埋你啦，唔使惊，蛇最中意听音乐，我一吹口哨佢就唔会咬人嘅啦。信多我啊！啊，唔好睇啊，唔好理佢，唔好理佢，冇嘢睇，冇嘢睇，冇嘢睇。获手伤都硬系冇嘢嘅，你条颈记忆系痛苦嘅根源，你能够唔记得，能有几多仇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你阿四眼仔，清明都未到，南府棺材板周街啊！唔好话我逼你哋走啊！总之照老规矩，签就留，下签就走。两位请用茶。两位咁专业嘅人士嚟呢度咧，呢层我哋明白，步喺齐树系棘手啲。之前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排行第一位，物超所值，鬼鬼都值得比啊！错，他太醉心于武功了，以至于练功走火。始终都系两位，严格嚟讲，处密之音。喂，好事啊！都是同道中人，早知道就不会这么寂寞。我也是说说而已啊。对。十二路弹琴。攻守并重，名不勾三莫差。后来我要给爸不好意思啊，我哋唔做生意啊，做边生？你都几识货噶喎，呢只料个艺术成分好。
命长，先打死啲三个冚家铲，再揽埋佢墙嚟做鸡斗。快点开车啊，开车啊，大佬。大咩佬啊，你有冇公德心啊？呢啲咁嘅笨，没用的，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我也不枉此生。冇咁讲得过，高手两个字已经唔想再孭住。学鬼话斋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书。燕燕上，你哋将啲功夫传俾我，等我成为绝世高手，为佢哋变晒武学奇才。但系呢种人系万。好明显，佢唔系。各位，我哋两个为咗安全，我哋即刻离开呢度啦。责任就越大，你避不了的。Prepare to do。系。哎呀！四眼仔，我认得你，冇错，尤其是系金丝眼镜。纯属好合理，你都好合逻辑。我打个冇睇，点解系针对我啊？帮拖啦，帮拖啦，帮拖啦，摆眼镜啦，落你落车，我就打爆你眼镜。落车啊！你发誓啊！发誓啊！你嬲乜嘢啫？嬲到倒角嘅，就系、是、你嚿肥猪肉喺度左头左势。
我唔理啊。睇你个样子，我知道你除咗好事，系啊，而家有单嘢揾你帮手，赴汤蹈火。不好意思，一定啲嚟啦，趁啲童子军换紧监，你有五分钟将里边嗰人带出嚟，架撑喺晒度吓。咁你哋咧？我哋帮你把风啊嘛。哦。极第一杀人王火云邪神，咁啦，我哋想揾你杀两个人，开个价嚟啊！开个想揾一个偷赢我嘅人啫，但系最后发现边度人揾得住我傻仔？如果你帮我，你有冇？就正正系绝世高手啊！你唔高啊？我哋大家想学下嘢咁咋？你依班废柴，似样喎！你教你系咪揸流摊啊？绝对冇啊！我发誓照足吩咐去做噶。好啊，你一黐线，阿伯，呢个咩？我系自己都惊啊！系，咁出手啦！大啲啊！重华黑社会。世高手，云邪神先至有咁嘅杀气。小龙女，久仰大名。今日你当日杀咗我，而家天都光晒啦。多两日唔好咁得戚。我呢份大礼，你邪神喺度，睇下边个送边个钟啊！打死两位，又或者俾两位打死啫。邪不两立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来呀。
小心。我好亂啊，沙煲咁大个拳头点练噶？我仅有的能够如崖勒马都算是这样。你还有什么心愿？不明啊，喂喂喂，关键佢本身嘅体质，全身骨折，经平常人根本就冇可能。除非佢系。咩味咧？交俾我。哦。估唔到火云邪神间接打通嘅印度耳脉，佢就系万中无一嘅绝世高手。大人！
先至会啫。抵唔死都有佢咁大个。若果佢能够好思多。有招出。我教你啊。老师。靠你啦！我呢一碗秘笈，见到你有缘。